刚看你们桌上有菜也有酒，但是我等一下可以下去一次。他对我呀，觉得刻骨铭心，只有我自己。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，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什么一次。刚看你们桌上有菜也有酒，但是我等一下可以下去一次。耶、yeah, ！新的一年祝福大家呢，在不管是身心灵的这个都可以这个去无存精，这个新陈代谢，拿出旧的，然后让新的这个新的人生阶段呢，可以进到自己的生命当中。然后也祝福大家在龙年呢，可以更加的这个拥有更完整的自我。耶、yeah! ！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，打开了窗户，突然想起消息。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？ Yeah, yeah. 看戏呀，你呀，想来想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这几年我的打拼甲认真，拢是因为。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到半暝，希望我会甘带你回来阮身边。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一天。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哎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哒啦！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。如果我要更完整一点。
过曾经爱过。关注你。